你的表演，让更多导演看见，然后可以给你喜欢的演出机会。不过这个表演对我来讲，是我表演过最危险，也是最困难的，所以我今天就是全力以赴这样。小心，现场医生 OK 哦，对对对，放心多了。OK， 谢谢。等一下，小心一下。有机会讲 OK 的。影集当中常讲说，现场有医生吗？现场有吗？对啊，好，阿伟加油了，上场。对，谢谢。Lollipop 的团员们对于你现在走这个路线，他们的态度是什么？他们很支持，对，但是他就很辛苦啊，因为这条路就是不好走嘛，然后而且你要做，就是我不想要做那种就是花拳绣腿啊，然后只是摆摆 pose， 所以我就一定要承受那种可能真的很危险会受伤的那个过程。哎，那武打导演们第一眼碰到你的时候，他们眼神中有流露出那种说这个是偶像，这个不是我们同一国的人那种感觉？就是我一开始要推荐的时候，他们会他们会不肯定这件事情。你可以吗？他觉得对，你可以吗？你这个样子你就跳跳舞吗？唱唱歌啊，然后你给他看影片的时候，他才会哎呦好像有可以有机会。是，不过也都很难讲。我曾经有一个机会，我就是也是有一次我去见那个王晶导演，也是有一个机会见到他，然后短暂那二十几秒吧就结束，然后我就走，然后外面有二十几秒，那应该是巧遇吧？不是，其实都是透过一些小聪明、一些机会，譬如我有一个工作人员要去拿东西给他，对，然后他就会说，哎，我要去找王晶导演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嗯，我就觉得哎可以去，就一起去之后呢，我就会找一个时机，把了影片给他看。给他看，他就看完了嘛。但是他当场看吗？当场看，对。他有露出，我都会盯着他们把他看完。他有露出为难的表情吗？没有，他只觉得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有机会有机会。然后我就走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，外面有一个导演，然后他就走说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导演要拍一个戏，你给他看。我就马上会把我的影片给他看。是，对，我觉得不错，最起码有人看到这个电影，对，这个影片。然后隔没多久呢，就是那个导演打来了，说我是什么什么导演。然后我上次看到影片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对，我要拍一个戏，然后想要找你来演。然后那个武术指导是袁和平，哇，然后会有洪金宝大哥一起演。对，他说你要演的角色呢，就是跟洪金宝大哥对打，然后把他打死。我心想说，导演，我这辈子就等这一刻了。他说，我希望你来可以。洪金宝喜欢刚刚这段对话？应该没有，没有没有，大哥他不是不是，我只是对。然后我就是当场去飞过去试镜，然后就一个人去，然后就跟他见面，他就跟我聊，给我看那些他们剪的那些花絮，是，都觉得差不多定好时间都约好，然后准备要去了。然后呢，就是那阵子刚好卡在我们团体的宣传期，嗯，我们有一个表演要去韩国，嗯，参加他们的世博吧，没办法，我不能就是团体就是不理嘛，所以我就给他们拒绝，所以洪金宝到现在还活着，算起这部戏应该是叶问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还没上，叫我马永贞，之后会上吧？哦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可惜哦，可惜。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好处，往好处想，就是最起码他看是看了我的影片，肯定我，所以才让我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我就比较欣慰，就是哎，这个影片是有效果的，对，而且我刚才看了镜头，我觉得我还是把衣服穿上好，
不然我肚子要一直出力也不是办法。热血热血。付出很多。我觉得。我觉得我这样脚踏车好像有点丢脸呢，这样怎么办？不会，因为大哥今天也带来很热血的照片要给我们看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多热血啊！热血的照片。啊，空中。哎，这什么热血？在干嘛？你在刚刚的影片后给我们看你坐公车的。搞笑。这是因为这是我坐公车被我们今天不是在聊热血的事情吗？坐公车本身就是个热血的事情。这是真的睡着吗？没有，我眼睛你放到眼睛。我觉得你只是很热。不是热，我是坐公车我就这样，就听音乐眼睛张开。所以后面那位先生也很热血吗？就是这样被偷拍之后，很多网友都说，哎，后面那看起来比较像明星的感觉，因为我就看起来很随便这样。那都不然，照片这么弱的话，嗯，我觉得你现场用脚踏车展现一下你甩尾的功力哈。对啊，甩尾啊？怎么你怎么刹车？你一结束，你这款脚踏车最适合甩尾的。因为这种哦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一般单速车的话是可以甩一下，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。真不能甩，血热，给我们看一下。我会不会让你骑一下？至少有花式的刹车吧。不能一般的。有没有？哇，好热血哦，热血！怎么停？不是要甩尾吗？对，因为这个车是说它。它可以后刹才可以甩尾，它这种没有后刹不能甩。等下你放双手啊，放双手我刹车你会吗？绝招是基本，是基本，不会摔倒吧？基本的，那距离够远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跳 grade 吗？不是啊，就是放手骑啊。哎呦，喂，这是距离太近，距离太近。等一下，你没有放双手。其实有地方骑的话，真的是可以。对，好短的距离。一秒，你那样哪算表演呢？我说明了，那个真的距离要够远的话，那个小时是可以放手骑，是。那谁都可以，要临时要什么吃东西或者接电话，那可以很久，可以很久啊，可以这样，然后拿拍照，拍照。看得懂刚刚这个表演？看不懂。然后接下来阿伟后面。那你可以放手骑，是真的，真的放双手。万一王金钊看完这段还打电话叫他去演电影，阿伟不喷血？对啊，这还可以。纳豆从2013年9月开始实行每周一天搭大众捷运公捷的计划，近期也参加了许多环保议题的活动呢。只要放假或者平常有时间，他就会骑着自行车到处跑跑照，哇，好自然呢。听说林毅姐，你骑车是要骑那种要跨越障碍的，就是障碍或者是爬坡啊，或者这种骑长城，这个我就比较有在参与这样子。是，对对对。林毅姐计划要在2年后去西伯利亚。对。一个跑步吗？还是不一定是跑步？不一定是跑步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很多的资料的收集，包括去探讨当地的一些儿童的议题、核能的议题等等。对，所以那个预计的长度10000公里左右。OK， 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，你在戈壁沙漠是？这是上个月才刚跑完整个戈壁沙漠2400公里40天的一个影片。好，一起来看。其实是蚊子，因为蚊子真分心哦，你要赶蚊子，然后要跑草，然后要看地板，所以昨天才稍微扭到这个脚。我今天就是因为这里完全是刺痛，痛了哦。大家休息，决定是正确的，先把伤养一下。早上还在想说，为什么没带枕头过来？
纳豆超热血的照片，观众协会则不开在眼里。看完这么棒的影片之后，我们看一下纳豆今天带来的热血的照片。两不同角度了，这张我也没有哎，你怎么好意思在刚才的影片后不是我们看这个照片？我一直都叫，因为其实很多艺人朋友，我觉得说就是不敢做大众运输工具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环保的，因为很多人都在坐公车哎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对过管这么有热情啊？